介词与地点进行搭配，如果在大地点用 in 来表示在，那么多大的地点是大地点，它往往指的是国家、城市、省份。 at 小地点，那么多大地点是小地点，它往往指的是一些场所，比如说学校、医院等等为我们服务的一些场所。比如说在中国，中国是一个国家，大地点 in 加大地点 in China。 在北京，北京是城市也是大地点， in 加大地点 in Beijing。 在医院，它是一个场所，小地点 at 加小地点，在家也是小地点 at 加小地点。你学会了吗？点赞关注。